Hello， 这里正经。我们这儿气温终于是春天的了，老早之前买的甜甜家的送至飞机秀也能见光了。这件是灰绿色提花防水貂绒的面料，有好看的纹路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叫啥，布料中间自带闪闪的粉，不太容易掉，不过摸起来很软，不会扎。看看厚度，我买的是单层无口袋的，无内衬，里面只有简单的包边，反倒这个包边的布料有点粗，但是当外搭不影响。后中缝、下摆、两侧开叉和袖口都是用的包边，做工中等吧。然后我还有两件给你们看对比。之所以买这么多是因为我喜欢这个面料，还有就是拉低一下真假。后两件是最近清仓时盲买的，单价才50，许愿的蓝色和白色都实现了，这可比我之前买盲盒的运气好太多了。然后看上身，给你们解锁了新场景。同样是 M 码，但这件平铺是最窄的，衣长都一样，只是面料的纹路有区别。颜色我拍的感觉色差不大，蓝色饱和度不高，这会儿是下午逆光的光线。衣长我感觉短了一点，加上有厚度，飞机袖商家又做的比较宽，走动的时候后面会有点翘起来。除了这点之外没什么缺点了，特别日常，当小外套随便穿，天冷来来盖腿都行。那本期测评就到这儿啦，小虫子好毒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